头不是就只有洞头而已、啊。我们叫做垫肩宽、嗯。哦。我觉得我地基已经歪了。怎么之后这一场都是从左边吹到右边，右边吹到左边、啊？是杰克，有时候会吹另外一边啊。对啊，我也很想知道。然后又要垮了。啊，歪了。哎、欸，什么？哎、欸，不要！哎、欸，长草，没事。好，没事。海带。哎呀，这个我不要了。是怎样？不，插不进去啊！你怎么可能插得进去？你怎么可能插不进去？到底是哪一个角色？对啊，好像都没有到很好。哎、欸、哎、欸，上面那个方块不能用了。哦，好，知道了。那、啊、怎么还长草了？哎、欸，不要吹！停住！哦，怎么我怎么吹倒了？钢琴！可以！倒了！哎、欸，怎么办？我上面平台变这样、欸，哎，这该怎么办？应急啊！这名玩家不动作了，我该怎么办？我要挤出去，检举他。检举他，好，检举他，好。你要不要顺便删他好友之类的啊？不要了，可以留一下。啊，干什么？太操蛋了！前面吹走了，白痴哦、喔！叠不起来了，我这个位置。哦，有了，叠起来了，有了。不，你没有。一结束。好扯、喔。国家真的用。我把机会对啊，等一下，杰克，你用键盘量肩宽哦。对啊，你现在没有。不然你为什么我要带皮尺去帮他量？白痴，你是键盘差不多啊，差很多、哦，差超多了，就没看过那么夸张。干嘛？看这怎么放？真的吗？你要放旁边吗？我学你哦，好，来，那可以吧？这里要怎么叠啊？这里这没办法叠了啊！要怎么叠？叠这样好了，可以吗？会倒吗？听到倒掉的声音吗？对。是啊，掉个方块而已，又不是没掉过。啊！我没卡进去，开不行卡吧 ？What the fuck？ 那我就卡进去。干嘛？我这卡进去，哦，我探一下好了。可以。怎么了？不行，我要再卡一个进去再行。不行啊，这太危险了，不要卡。我卡到了，很危险、哦，要翻回一点颜面。好，知道了。杰克，怎么了？我要去厕所。好吧，你去量了吗？要去又要再去量一次吗？记得带放大镜哦。啊！哎、欸，他那个怎么是凸出来一格？弹没了。有要一直起弹是不是？我要多弄一个礼物就弹是不是？弹。旁边啊，那个、啊、不是，我觉得你旁边还是可以哎。不行，那个我试过了，我本来要塞那一格的。好吧。会滑下去。他会卡住。小鸡鸡呢？简直去厕所。他就已经要我赢定了，去厕所。啊。传说中用键盘量的是几个对、啊？那也没有传说中，那是大家都知道啊。哪个对话不优，会教坏小朋友？啊？什么会教坏小朋友？什
等一下，怎么开始啦？啊，讲好像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一样。对啊。那你不要说啊，摆歪了啦。他是直接一个歪半格啊。他想干嘛？浮上去了。加速啊！加速！加速！加速！啊！我完蛋了。好，先放一个。他一开始就歪成这样了。杰克一开始就歪成这样。是啊，我家钢琴，钢琴放哪里？放这里好了。对，藤蔓绑一下。哎、欸，不是不想绑啊，绑错了啦。他想绑一下、啊欸。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怎么搞？怎么搞？怎么突然飞走了？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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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死了。这是不是也还有风啊？每次都到一半就突然飞走，弹刀，啊，感谢礼物，剩下礼物我正在、啊、在准备弄那个好棒棒嘛，也可以啊，那个摊里面也可以用好棒棒钱，对不对？哎、欸，今礼拜几啊？今礼拜四。礼拜四。好，那我应该明天还可以。跟官方讲，嗯哼，要好棒棒了吗？没有，我今天跟不笨讲，应该明天就可以。没有，我只怕那个太嘲讽了，然后官方不敢让我用那个图。你这个可能会让人家，这可能有 不良观感啊之类的。对，这个会引战哦，不行哦。我引战，这我在我自己的台有什么好引战？这个有点触及到宗教开始战争的了。那个没有宗教，太多了吧？开始分派系。那个只是我的很开始要青鱼派的了。这个丢掉，这个丢掉。啊掉！干，好粗一根哦，四零大香肠哦。十五倒喽！哎、欸、哎、欸，怎么自己掉下去了？蜜蜂女王的崛起！啊，什么崛起？蜜蜂女王的崛起。并没有这回事。有小波红吗？有小波红吗？啊，他们来秘密筹划哦！秘密筹划让你崛起。秘密筹划，我本性都讲出来了。我的妈！秘密筹划，大，完了，完了！哎，你怎么自己掉下去啊？他好晃，我的也很晃，我的在左右摇摆。只有我最摇摆，不要摇摆！钢琴，钢琴，钢琴。哎、欸，我是今天才知道那些家具可以转。哦，真的吗？你现在才知道吗？对啊。没关系，我现在至少知道了。看我多菜鸡。他很摇，他很摇。我得超晃、啊，不要再晃了，不要别大哥。风很大，是不是啦？哦，倒了。不要摇，不要摇，要倒了，要倒了。解体了，解体了。我真的要解体了啊！倒了，我放弃了。杰克，杰克，我要赢了耶！不要不要不要，给我一点机会！我有好的基础。机会。太晃了啦！地基不够，我一直晃啊！一般。一般都没有东西可以塞，好难过。我好想塞哦！怎么塞啊？这里这样吗？我要插旁边。没有塞进去。哎，这时候完美了！哇！这样吧，不玩啦。就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
就这样吧，没救了，没救了，不不啊，不不啊，不要贪，不要贪，没了啦，贪不了了，没得贪的，没得贪的，可以啊。哪里？就你旁边可以耶、欸。哦，旁边那边吗？有。我觉得会那个直线会跟着下去。哦，那是那哦，我以为是左边那个。嗯。多一个，差一点点。我记得有首歌，是哈林的吧？只有我最摇摆。哦，有啊。好像有。谢七七七。六六不可能尬掐了啦。六六就慢慢来吧。太能尬枪，这可以害人吗？我刚没有看到模式。有啊，等上面有那个有一条线，有线就是。嗯，哦，你说那个哦，哦，亮的那个。啊塞！我打，干完了。我的基础有点怪。我的人生中碰到了分歧真的吗什么样的分歧啊干嘛哇塞同步吗哦、oh, 这个赞这个不赞啊哎、欸、我解锁成就在月光下啥对我也是我也是哇然后我要死了怎么办等下这个叠不起来我想要好的基础但我的对手一直在把我误入歧途，我一直晃哎、欸，怎么办啊？我的好歪啊、喔，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谁盖的啊？你盖的、啊？谁盖的？你盖的吗？白痴哦、喔，等下下去了。这什么？他怎么飞起来了？不知道。哎、欸，他把我丢了，他把我丢下去，这样对吗？他是小恶魔是不是，真的丢下去，然后直接扣一颗星。完了，完了，完蛋了，掉了，我差这一根，完了，来平衡游戏，打不上去了，倒了，救了，哦，平衡游戏我赢了，快上去，叠上去，今天把我这件之前也穿过好几次，叠上去啊，倒了，嗯。谁还没死啊？去死一死好不好？在下面那个啊！小七，你这怎么能够叠啦？你这加爱心回来，太扯了！你的叠的好强哦，为什么？不行，等一下，我要看杰克，杰克，耶！有啊！哦，旁边那一个怎么这么倒掉？那个是小鬼会偷放吗？那我盯够久了。我都一分一分拿哎、欸，大小人说我都没有拿到分哎、欸，我都没讲话了。没关系啊，我这已经没什么救了。这里，这边，哈戏，所以他是讲哈戏哦，应该是吧？不是猴戏，猴戏吗？好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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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戏！原来未解之谜。我把地基打稳一点。啊，又到了。搞小白好吗？不可能稳的。可以的，可以的，他很稳。你就是那种在学那个啊，青春时代带人家误入歧途的样子。对嘛？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哎呀，又倒好爽哦、啊！佛系，佛系，念起来差太多了。佛系是佛系吗？赢了！不会的，狗要。好扯，你好怪哦！哇，繁星赢了，赢了，可以播广告了。
然后一斧龙肉又被剥掉了。没有没有，这次没有，这次没有，这次没有。哦，这次没有，是不是？嗯，我今天没有，差不多。没有，他们说我今天衣服的那个松紧带弄比较松紧带，比较松。松紧带什么松紧带？啊，也不是松紧带，它是有一个绑带啊，先是绑带放松。哎、欸，不一定啊，搞不好是我这几天变瘦了、啊。不要下班好吗？因为你今天有露肩的关系吧，所以他们觉得变瘦。我去看小雨台。啊、小雨看。看我露肩看不到，头发都挡住了，看屁啊！趁机宣传一波，往后播啊！宣起来啊！小雨露肩的话，赶快去看一下。对啊，香肩呢、欸？没有了，没有了，都是肉。你说你有肉？肩膀当然是肉啊！为什么？那我也没有说什么啊，不能说是肉吗？奇怪、欸，凶屁哦！小雨会呛人了，真的小雨。但是我们那天在讲杰克的话，就这样。杰克，我们那天不是就昨天吗？对啊，昨天出去，然后就在讲杰克。哎、欸，那时候在讲你什么、啊？忘记了。他说：“我杰克都骂我，我杰克都骂我是白痴。”哈哈哈哈哈！我杰克白痴哦，杰克都会骂人了，杰克学坏了，学坏了。萌萌杰克怎么会骂人？这是我认识的杰克，他学坏了，他学坏了，他还打我。然后要那个。